前，演员林潇肃参加某节目时，首次曝光了一组儿子的近照，和爸爸林潇肃小时候的照片一对比，眉眼简直一个样。林潇肃在节目中表示，养儿方知父母恩，从孩子降生后再看自己的父母，感觉就不一样了。节目中还曝光了一段林潇肃哄宝宝睡觉的视频，他编出一段神曲，边唱边跳哄娃，但小林听完却完全没有 get 到老爹的点，一脸高冷的趴在爸爸的怀中萌翻众人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